各位，今天晚上是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为什么奇迹呢？因为刚刚在免税店，我花了我八辈子的薪水，终于买到了梦寐以求的，没错。今天，哎呦，赶，太快了，转了。今天就是直接在日本 Dyson 吹风机的开箱文 ，OK， 直接开箱哦。第一次开箱就闹鬼了，因为我一只手而已，我很难拿。好，没关系，这样拉起来才美丽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you see， 你现在来到的不是钱柜，你来到的是 Dyson 的新世界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开箱咯，这个是第一次开。好，躺好。好，这个可能就需要你帮我，因为我只有一只手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 Dyson 的身体里面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人家行那个烘头用的啦，或者是你可以没有，就是很多烟灰缸啊，他们可以当烟灰缸使用，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啊。背部按摩，因为它这里有很多穴道按摩器具。对，你刚好肩膀也会痛，舒服，舒服哈、哦。对，这就是这个用的。好舒服。啊，我看，真的哎，真的还蛮舒服的。好，但是有点痛，你刚刚太用力了。这个头，伯伯啊，贵，伯伯贵。我没犯错，我好贵这个。好，它有附两颗那个头、哦，一个比较扁。一个比较宽，那反正青菜利用啊。好，重点就是这个。什么、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这不看说明书的。好，你先看一下说明书。啊，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一支。起来了，干！好，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一支，有没有？网络上看的跟实体上看的都长得一样，就长这样，有没有？水当当啦，新牛，水当当，口袋破几坑，就是这样破几坑，有没有？中间破了几坑。好，那因为林太太刚洗完澡，你看她的头发，当当修高锥，湿的可爱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就直接找插头来示范一下，你帮我拿一个。好，录这个就好了。好，就。我知道这个要做什么了。这样子。然后你吹风机不用的时候就放上面，不是这样放啊，放直的啦。你手工在滑鼠垫哦。直滑的。它是直滑的。贴心哦。哎呦。好。等一下再收。好，没关系。好选。好。我已经插电了，找到电插了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 Dyson 的威力。等一下，你帮我按一下屏幕。好。对啊。贵啊。哦，这个是热气，这边是热气，这边是风力。它可以去控制它的热气，现在是冷风，然后它可以控制它的风量有多少。这一颗哦，就是 echo 啊，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唱歌的话，或者是按下去，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它就是一个 echo 的功能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是吗？是吗？这一颗是吗？你要强风吹我嘴巴，这是最强。你看，人家这风力有多强？哎呀！哎呀！哦。好嗨！好，这是最强，然后这是最热的风，然后这一颗呢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，你说明书可以看一下啊。哦，没有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它是这样吹，没有，你看，等一下，镜头前你看到右边红色的三颗点有没有？
但是这个是冷风键，我只要一瞬间，我只要按冷风，你看它就不见了。所以它在专业的吹风整烫上，它可以在热风后突然间用冷风帮你塑形，哎，干超帅的啦。那所以我如果说我用热风一直吹我的鼻子，然后吹到一半，我用冷风塑形，我就可以变得很挺的鼻子。要吹多久啊？抱歉，我一直在。好，等一下。现在是。